三时代。下一组这个是常见啊，这两个人啊，这个是现在也是中流砥柱了，半海圈的，没有错，动作都是这样的，我是乔里斯杰。我每次在台下见到他们都会这样子。我是强力神剑。你不要打到观众。你怎么样？好，我好喜欢听到静儿那个很无奈的吐槽。哎，达哥，你这是在羞辱我吗？达哥，达哥。我喜欢听到这个。所以每次看到他也是，我不会对喜德做，我就对静儿做。这属于静儿的 S 这样。对。他站着说你也在旁边。我是强力神剑。之后，其实我就变得很忙啊，对啊，班长嘛，又要接小孩上下学，又要煮菜的，谁啊？哪一个家长是不是？然后去上瑜伽课啊，喝下午茶聊八卦，他变贵妇喽？不是，我这样到底是忙还是不忙呢？哦，忙成这样子，你就时间都不够用。不是，这要是我的生活就好。我说忙的是愚人，很多商演啊。那忙成这样子的话，你也需要一个分身喽。好突然的一个话题哦，对吧？有一个分身很不错，对吧？的确啦，如果有一个分身能帮我分担一些事情是蛮好的。对啊，你就让他去上瑜伽课啊，或者下午。那不需要，是不是我自己来就好，不需要他。那这样好了，我现在就变出一个分身。怎么可能啊？假如嘛，假如嘛。什么假如？假，我知道哪里好，特别洗给我看是怎样？知道就好嘛，我现在就变出一个分身。不是，为什么要这么准时？看起来就是在大便，是便秘是吗？分身出来了，叉赛没有，叉赛叉赛了，没叉赛，没有叉赛，有吧？叉赛分身了，分身了，我你还真是变出一个分身了，我现在有一个分身了，不是在哪里啊？大家都没看到，看不到，那个闻得到吧？还真的闻到，恶心死了啊！我先大概形容一下我的分身，大家想象一下，想象好 ，OK OK， 哎，跟我差不多高吧？啊，对。啊啊！跟我一样肉肉的，很可爱一样。自己讲，自己讲很可爱。肥肉，肥肉，嗯，就那个腹部嘛。对。这三层都带回去的话，跟那个蒜炒一炒很像。你卖猪肉是不是？对啊。你卖猪肉是不是？你说谁是猪啊？为什么生气啊？你自己在形容的吧？啊，我是说这个肉质真的很好，来来来，这边。哦 ，OK。看一下，啊，肚子打下去会有声音哦，什么意思？不，好可爱，好可爱的声音。试看，试看。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。哇，好可爱！试试看，不要这观众打他。试试看。啊！哎哎！
哪里，人家会痛好吗？打人家那边，谁不敢吃了？不要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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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好我！你怎么打？就是奶头是这个声音，左奶头是这个声音啊，只有奶头声音就不一样了。不是你的是分身什么人体 DJ 混音器啊？被 Q 到了 ，Q 到什么？是不是？干嘛干嘛干嘛？嘣！嘣！我痛！我痛！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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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哇！嘿嘿！恭喜！我干嘛干嘛？要用奶头吗？哐！哐！用奶头解脱。他用奶头会太硬了一点。哇！不是。不要再玩奶头了。不要玩他了。啊，好，认真介绍他，好不好？好，鼻子有没有？跟我差不多。像你才像有没有？眼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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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久了，我看你漂亮，别摸啊！戴隐形眼镜是不是？别摸他。耳朵在哪里？耳朵在哪里？在这里。不要！大声！不要这么大！讨厌！嘴巴！啊！有什么嘴巴张开？哎 ！Hello！ 有回音了！我嘴巴是多大？OK， 你的 scar， 你的 scar， 不要拿他嘴巴来做什么山谷呐喊，好不好？你在干嘛？干干！这种回音只有干的部分，好讨厌。我来看一下嘴巴里面有什么啊？什么意思？把手伸进去啊！哦，手机。他嘴巴是多大？而且手机又怎么放那？钱包。钥匙。耶。美秀集团。五年级耶。好难听啊！真的很难听啊！好，我来看一下有什么。还有是不是啊？哦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林哲豪，谁呀、啊？我国小同学啊，多少年不见，他为什么在这里？哦，我国小刚玩躲猫猫，一直找不到他。躲在你翻身的嘴里啊，的确是会找不到。安嘴怎么样？聊起来了。哦，安、啊、你妈呢？不是，那一样音乐上班，需要这样抓着人家聊吗？我现在做喜剧啊。我开始解释，开始解释，跟伯恩不太一样，不是那种。在聊什么？他那是一个人，我是两个人讲的，日本那边传过来。好细节，对，比较慢讲，对，像那个打康打康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真的没在看漫才了。变白大丈夫，不知道哦。菜罐双口，知道吗？这不用娶他们。又吐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为什么你知道？为什么？你又吐了，不正常来讲，菜瓜上都讲完，要问个愚人时代嘛？喜欢兔子、哦？好、啊。介绍差不多，为什么介绍林哲豪？那我的分身大家可以叫叶君庭，你本尊，这样分得出来谁是本尊吗？可以了，那现在换你了，我怎样？变出你的分身啊！我也要，忙的人是你又不是我，对不对？那你变分身来，再来，有了吗？还没，再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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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跟着我用力哦，吸吐，很好，跟着节奏再来，生小孩是不是？我变分身也太麻烦了，继续，再吸吐吸，让我吐啊！一直吸是怎样？在旁边嘲笑我，吸，我看你这刚剖腹产，但太严重了。不是，为什么变个分身那么麻烦？叶君庭，去拿刀子。后悔，我知道，去拿毛巾。你国小同学还在。不用先麻醉或什么的。来不及了。钢铁人，外圆中子，肚子，天线宝宝。再一次，天线宝宝不要什么都想再一次，好不好？一刀就好，一刀就好。不是你，有猪肉是不是啊？我这是猪肉。没有。好吧，是小兔子。刀子，快点，是真的。
长得很好看哎、欸，啊、哦、是吗？是吗？对啊，我眼睛小小的哦，金头发，哎哦，肤色很健康哦，像那个威尔史密斯有没有？黑人，完全不像我，他谁啊？哦，你就叫你的分身 Jordan 好了。对对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名字好像取得跟我相关一点。要不然这样，嗯，我们叫团长好了。他不会从小背负太多责任的一点。团长在哭了，团长在哭了啦，爱情了，爱情了。没有啊。生气，他来摔东西了啦！小孩子真的很难照顾啊！妈的，团长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团长啊，为什么有种见着他在骂我的感觉？团长在骂叶君庭了啦，他们还骂叶君庭呢。他那么小，根本不会讲话，好不好？有啊，他说，哎、欸，你最近食道状况很严重啊。那是我会跟你讲的话。哎、啊，你的分身跟你像，你正常吗？跟我长得不像，说的话都是一样嘛。一点，那我们现在两个现在都有分身了，对。那我就叫他们两个帮我们讲段讲段慢才啊！不是，这件事我们两个自己来会比较好。让、哎、我们欢迎强力分身。谁呀、啊？强力分身。开始，开始，开始什么？为什么不笑？所以没笑点了。真没笑点的、啊，那为什么要笑？那我也跟着笑了。真的好过分，不要这样，好过分啊！他可以吃，他可以吃，你也可以吃。哦，但是哦，我觉得你那个笑的timing都很不会抓，很不会笑。不是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现在叫出一个分身来帮他们笑一下。是太多分身了，在干嘛？不需要。等分身出来，我去一下厕所。啊，唰赛！谢谢大家。兔子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再给兔子一个掌声，谢谢。